어디 먹을 거? 폴라벤이야! 说，你头管去哪儿了？包是我的。编吧你！你怎么说车也是你的呀？车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他偷了我东西。那人偷走你两个包吧？不然呢？我去帮你追回来。娇弱吗？老实待着吧，搞定。你怎么了？我本来就扭伤了脚，又被他踩了一脚，应该是裂了。啊！哎，你别动啊！我自己可以。哦，你来。红星星。焦若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上班啊。你不是说因为我丢了工作吗？凭我的本事，找个工作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！而且工资还比你们公司高。是哪个不开眼的老板招了你这么个暴力狂？不怕每天折胳膊断腿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奉劝你一句，以后不要对谁都那么暴力，小心你被你老板开除。你放心，我会在这儿好好跟着我老板工作的，就算你不在了，我也会在这儿工作到地老天荒。你什么态度？我赶时间。你确定不让开？不让。太暴力了，谁摊上你这样的员工？谁倒八辈子霉？反正我老板不是你。竟然真的是我。魏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撞门还撞着你了？你魏总，你没事吧？别碰我！我是担心有人要害你才来的，好吧？我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倒是你，你说实话，老头子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生病，是装的？我怎么知道？算了，谁要你也不会承认。什么不承认？你进去。我门是锁的。对，那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你不是特种兵出身，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吗？你就不能好好利用一下周围的环境吗？嗯，魏总，这可您说的啊。胡先生，你疯了吗？哎，你扯我裤带干嘛？你疯了！进来吧。不好意思。啊，等等，那个剩下草莓派我全要了，帮我打包。好。一付款830元。不妨明白的告诉你，我买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让你吃不到。其实你根本没必要买那么多，因为今天我就是过来买些切片面包而已。嗯，是，买了甜品给大家，我每个人都有份。是楼下那家草莓派吗？嗯，今天有什么喜事啊？给我们买甜品。喜事没有，糟心的是一大堆，还遇到了个特别讨厌的人。哎，各位各位，我带新来的小伙伴啊来串个门。聆听，我刚招的实习生 ，UCLA 的高材生。接下来的2个月呢，我亲自带他。
他跟咱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。来吃草莓派。谢谢。啊，林同学，你应该不喜欢吃甜品吧？我挺喜欢的。哎，按时坐下吃，坐下吃。吃吃吃吃，他说他爱吃。